这个是你痛我痛，大家起痛痛分享器，为了救彤彤的机器，一起分享痛苦的机器。定时的发作，然后一个人承受可能太多，那分担给大家，就会好一点，然后说不定就可以救回了他。那我们大家那里刚刚就是有点乱，有点吵，就是大家都是分享那个痛，然后每个人都想自己的痛的方法，可是可能第一个反应就会想要就是啊大家喊，可是这样子，刚导演觉得说我们。太吵了，然后比真正最痛的人最痛的就是瞳孔还吵，所以不行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刚刚还要想其他的方法，就是忍这个痛。那我还好，因为我是男士座，所以痛一点点就够了。这世界很酷。